讲过了，讲过了。录音。OK， 因为哈、哦，为了我们要现场要录音啊，再来一次。刚刚的话不准，好不好？再来一次。好啊。你把你的问题再问一次，来，再请录一下。哎、欸，你说什么？好玩啊！等一下，再问一次，等一下，好，不要急啊，再来一次啊，来问一下，你刚刚问什么？再问一次。哎，来，陈太太，你再说一次。好玩吗？哦，你等一下啊。好玩啊！这、哦、那个 Simon， 你这样的不准。刚还有、啊、好玩，再来一次，成功了。好玩。啊，听到没有？我告诉你，非常嗨的。他没有喝酒哦，他没有喝酒，他纯粹只是喝苹果西打，他没有喝酒，好不好？他很，真的，因为跟大家在一起，陈大嫂，你不用担心啊、哦，我们会，对，我们会平安送他回家啊、哦，你不要担心啊、哦、因为我跟他睡同寝室，好不好？我绝对不让那未婚女性还有已婚女性进入我们房间，你放心，好不好？啊，给你报一下平安。OK 的，OK， 好，拜拜。不客气，拜拜。